派对，生日礼派，哎，夜晚。咦，大吉大利，过去过去过去，哎，快过去过去，好好好。圣人回避。里面装的什么东西？大爷，您真会说笑话，棺材装的当然是尸体。把它放下，打开让我看看。大爷，这棺木不能放在地上。把它打开啊！啊，为什么？里面装着千年僵尸，会咬人，会吸血的。笑话，我才不相信白天僵尸会出来伤人。打开。大爷，如果你真的要打开，那就叫你的手下打开吧，因为我们绝对不能让僵尸吸到地气啊。对啊，这个僵尸青面獠牙，全身腐烂，利爪长舌，很恐怖的。还有啊，这个僵尸的尸毒已深，如果不小心吸到尸毒，在七天之内两脚伸直，一命呜呼啊。是是是。开关，真的要开？这是命令，开！开开！看，好丑啊，吓死人呐！好恐怖的青面僵尸啊！你不信，你自己看吧。你竟敢命令我！哎，大爷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哎，走走走走走！哎，谢谢大爷，回去记得烧三炷香哦。知道知道。走吧。好。生人必在回家。不过江，这暹罗拳呢是出了名的凶狠，投出暹罗拳是准赢的。哎呀，好强啊！先去我就来，这次赢定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买谁呀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暹罗拳王，暹罗拳王，我要买暹罗拳王啊！习惯，习惯，习惯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